三万块钱，我会尽快还你。这段时间谢谢你，我们分手吧。 明白了。考虑的怎么样啊？不就借点钱嘛，我在利豪等你。 好，一会儿见。姐，姐，刚才跟谁打电话呢？姐，姐，姐，你听我说啊，是这样，我觉得，如果这个钱要通过这种方式，我觉得这钱就不要了，行不行？咱真的，咱就不要了。大不了我去坐牢嘛，没关系，反正我罪有应得。 江海告诉我的，江海，你是不是疯了？啊！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努力了这么久，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今天进去的话，你以后怎么面对你自己？你跟明波怎么办啊？我跟明波已经分手了。明波说我们家就是一个无底洞，连带着我也是。只要谁跟我沾上关系， 就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我觉得他说的对，我根本不怪他。像我这样的人，是不配拥有新生活。这不是你自甘堕落的借口，跟我走。你说我堕落，我认。你说我自甘堕落，我不认。 是生活逼的，我就江海这么一个弟弟，我能看着他不管，你不知道我经历过什么，你也不知道我现在正在经历的是什么。你所拥有的人生，你的起点是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得到的。但你有没有想过？我没想过。是你把你自己定义成一个受害者，你把你自己的选择包装成是对他人的牺牲，无非就是不想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是，我是有比你幸运的地方，江西。但是你也见过我最无助、最不堪的一面，对吗？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 人生有的时候真的就很像赌博，我们不可能次次都抓到好牌，但是我们要有把烂牌打成好牌的勇气。他还不能等，我得帮他想办法，否则他就完了。我们一起想办法，好吗？ 不是说过，这些年你妈一直千方百计的管你要钱吗？也许你只有坦然的面对过去，才能向前走。九条，二童，6万，今天牌好烂呐！你这一看就是有大牌嘛。 我看一下啊。
嗯，不要。嗯，走走走。哎呀，快打快打，打牌又不是相面，你磨磨蹭蹭干什么呢？哎，三桶，要不要三桶啊？三桶，这九桶。糊了，这就糊了。哎呀，那个酒桶啊，独张的酒桶你都糊得了啊？这什么运气啊？什么手气？你看看我这就差九条了。哎呀，喜儿回来了。哎，哎呀，这喜儿啊，哎呀，真的是越长越漂亮了啊！这刚进来我一下子都没认出来。这喜儿啊，你是专门回来看你妈妈的呀？哎，江大姐，我说的对不对？还是女儿最贴心，是不是？好什么好？还是我们家小海好，又会读书，又在大城市工作，赚了钱呢，还能孝敬我这个老娘。哎，你好有福气，羡慕你。我这回回来，就是来取江海孝顺你的那些钱。什么？你脑子进水了吧？那是我儿子孝顺我，那跟你有啥关系吗？你就说你给不给吧。想得美。家里盖房子，你不出钱不出力。就知道给我气受。江海犯事儿了，欠了一屁股钱，他要还不出来这个钱，他就得坐牢。江大姐，我们老头子喊我早点回去，我先走了。啊，对对对，我家里还有点事情啊，改天约，改天约。改天来，改天来。哎，别生气啊。谁不知道我们家小海在社剧院工作哟，怎么可能欠债？坐牢？呸！他根本就没有在设计院里工作过。这些年他都在待业，吃我的，住我的，孝敬你的那些钱也是从我这儿拿的。你血口喷人！我看你是见不得你弟弟好。我干嘛见不得他好呀？这么多年都是我帮衬着他，我给他钱花，我图什么呀？我不就图他能争点气吗？找一个工作，结果呢？他被人骗了。我告诉你，他现在就在派出所呢。你放屁！你这么揍你亲弟弟，你不得好死！我劝你。现实一点吧，这次错不在江海，但是他必须负责任。我这一次回来，就是要和你这个妈一起救你儿子。我不信，我给小黑打电话。喂，小海。妈，我错了。我欠了好多钱，好多好多钱，我还不上了，妈妈。这回相信了吧？那你还回来干什么呀？还不赶紧抓紧时间给小海借钱还债。想要救你儿子，你就把这些年我给你打的钱，还有江海寄给你的钱，通通还给我。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三岁那年。
我爸生意失败了，他在外面找了一个女人，经常回家闹得不可开交。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带着江海去小河边，那个时候他还小，什么都不懂。可是每当我想哭难过的时候，他就会过来抱抱我，亲亲我。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以没有爸妈，只有一个弟弟就够了。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他的人生里有我的一半，我恨他夺走了我的人生，也怜惜他生命当中的那个我。他好我开心，他不好我也心疼。我恨他。 也爱他。我请了几天假回老家。我也是刚知道你离开方舟了。嗯。年底了嘛，猎头那边给推荐了一个新的职位，虽然说。 公司不是很大，但还是挺有发展前景的。主要呢，我是想换一个新环境，重新开始。那恭喜你了。嗨，也没什么可以恭喜的。新公司那边底薪比较低，主要都是靠项目提成。我这又刚到公司。另外，我妈最近跟我要了一笔钱，说是想回家订一个小房子。嗯。 说实话，我最近情况也挺紧张。不过，我之前借你的那笔钱，你不用着急还，等你渡过难关之后再说。你之前借给我3万块钱，总周期是15天，按照你之前存的银行利息，年息是3.8，一共是34.75%，你看一下对不对？ 我转给你了，你不需要这样，江西。何明博，欠你的我还清了，谢谢你啊。不管钱多钱少，你都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另外，你教会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安全感不是靠别人的施舍，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安全感。 是自己给自己的，它会伴随着我一辈子，谁也抢不走。当我买了，再见。 接个电话，喂，姐，妈都跟我说过了。好，知道了，马上回来。公司有点急事，我得回去一趟。快去处理你的事情吧。你这边，我自己可以的。好好聊啊。 欠债还钱，走吧。 这几天方舟一直在测评我们的 OP One， 但根据他们的反应，说我们的 OP One 的 AOC 值甚至低于优化前，他们一定不会同意验收了。我知道，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再看一下，你稍等。 测试的时候没有这种误差，哪个环节的问题？参数我调了很久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于是我就借用了点测试集做训练。你拿测试集做训练，你这就相当于拿着答案去参加考试，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我太想做好这件事情了，但是我怎么都做不好，我一着急。
鉴于 OP1 现在存在的问题，如果推翻所有的算法重新设计，那么效果应该会好一些。但是周期太长了，这就相当于项目重新来一遍。所以 OP1 应该是没有办法如期给方正交付了。OP1 的问题是你们某个组员的失误。对。但我是 OP1 小组组长，我过于信任他们给我提供的测试结果。但如果我能认认真真的自己把所有的数据再测试一遍的话，那么今天的情况就不会发生。我希望可以向方舟申请，让 OP1 延期交付。现在已经不是延期交付的问题了。其实这段时间，方舟对于 OP1 提出了颇多的质疑。我听说，魏明已经私下接触了其他的一些算法公司，应该是在寻找 OP1 的替代品。这次是我们公司内部的问题，方舟一定会利用这次的失误，大做文章。总，早上好。早上好。早。早啊。听说 OP1 出了问题。潘石现在已经明确表示无法如期交付，延期的时间也不能明确。按照合同，这属于严重的违约行为。魏总有个文件需要你们签名字。谢谢。谢谢。自从跟磐石签了合同，这个陈志每次在例会上都要拿 OP1 出来怼一遍，不是说技术上有 bug， 就是说很快就会落伍。磐石正是因为心虚才肯让的价。所以你打算怎么办？林霜是 OP1 的负责人，我一直很别扭，说不定你父母还有什么想法，想着是因为我的原因照顾林霜，给他机会。你想把磐石踢出局？不是我想把磐石踢出局，是他本来自己就有问题。这段时间市场上已经有很多小公司山寨了 OP1 的算法，从性能上跟磐石是有区别的，但是胜在价格有优势。我一直很犹豫，好巧不巧，林霜他自己掉了链子，我们正好以磐石违约为由更换算法的供应商。大家可能都知道了，由于 OP1 无法延期交付，方舟又要求解除合同，所以我们和方舟即将终止合作。按照合同要求，我们还需要承担一笔违约金，整个项目严重亏损，属于重大交付事故。这个责任在于 OP1 小组的全体成员。OP1 小组 ，OP1 出了问题，我们小组难辞其咎。对于给公司造成的巨大损失，我们深表歉意。但我是 OP1 的领头人，作为组长，是我没能及时沟通解决问题，才造成了今天这个无法挽回的局面。这次失误的全部后果，应该由我一个人承担。咱们的管理指标我很清楚，按照这次失误情况，我也很清楚我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理。对于给顾总还有团队造成的损失，我应该是一时半会儿很难弥补了。我希望可以请顾总批准我辞职，这也是我身为 OP1 小组组长应该承担的最基本的责任。你和艾秋汇总一下材料，董事会那边需要一个交代，其他的 HR 会跟你沟通。林霜，这次的事，磐石确实损失重大 ，OP1 小组也确实要承担责任。
但你不是非走不可的。况且还有顾许在，只要你肯开口，他肯定会想办法保你。我重返职场的第一天，我就告诉我自己，今后走的每一步路，我都要靠自己的能力走完。因为我没有人可以靠，也不再相信所谓的靠山。今天这个事情呢，我向顾许开口容易，但这就违背了我的初衷。况且顾许是一个比我还讲原则的人，我也不想让他为难。顾许也应该是清楚你的原则，所以才会那么爽快地同意让你离职。毕竟是这么多年的老冤家了嘛，这点基本共识还是有的。尊重对方的原则，可能算是我们对彼此最大的敬意吧。连累了你，林松，我还等着你成为行业大拿呢，结果你就这么一声不吭的走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呸呸呸，什么死不死的，我不过就是离职，别被你们整得跟参加我追悼会似的。林松姐，我们都舍不得你走。我也舍不得你们。啊，这段时间宽容鼓励也好，挖苦为难也罢，是你们让我成为了今天的林霜，谢谢你们。我来磐石工作不过几个月的事儿，但是你们这帮朋友是一辈子的。爱情啊，结果很重要，但你一定要记得，要学会享受努力的过程。林恋，你工作能力很强的，就是别总这么情绪化。思思，你是我在磐石最欣赏的女性，有机会我还要跟你一起共事。这么巧，恰巧刚刚你也成为了我最钦佩的人。大兴，哎，刚入职的时候啊，我觉得你就是那种世外高人，问你什么都知道。你送我那堆按摩卡，我还没机会用呢，回头还你吧。还有那个说好了一起去爬山的啊，咱们还得继续约起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姐。来，消消气，去去火。从磐石离职了？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努力了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迎来的工作，真的说辞就辞了 ？OP1 出了问题，方舟提出解约。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本来就应该做开除处理的。我主动提出来，不给大家个台阶下吗？还主动提出来？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正在打离婚官司，你不能没有工作的呀。这也不能怪你，
魏敏实在是太卑鄙了，他居然利用你这个失误大做文章，害你丢了工作，他简直就是无耻小人他。哎呀，你别为我担心了，司仪都说了，现在离婚谈判我们会占上风的。我虽然没了工作，但是我有工作经验了呀。小姐 ，OP1 小组的组长，你知道说出去都多厉害了。哎呦，太厉害了。而且最重要的，我不再是那个知道老公出轨就天崩地裂的人了。我有了直面困难的勇气。婆婆。外公外婆。婆婆。外婆。乖乖。哎呦。哎呀。哎呀。干嘛？哎，婆婆。哎呦，我天。今天呀是岁尾，也算是小除夕吧。人家呀早就约了爸爸妈妈一道吃团圆饭，只有我家女儿啊闷声不响的。哎呀，那不因为你们女儿知道爸妈肯定来投喂吗？你不知道，叔叔，你妈妈是想把超市搬回家，我这腰都折了，半路差点就没回来。你应该习惯了。哦，对了，爸妈，伯父伯母，还有谁？这个就是你经常说的小江姑娘吧？哦，谢谢了。哎呦，好漂亮！哎呦妈，嘴真甜，我算知道果果嘴甜随谁了。伯母，您跟叔叔也都好气色呀。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哎，那叔叔，小江姑娘来了，我去做饭，咱们晚上一起吃团圆饭啊。好，那我去给您打个下手。哎呦，你坐着吧，我来，我来，谢谢谢谢。北爷，你爸妈是不是有事儿来不了了？啊，不会的，我早上跟我妈打了电话，她亲口答应要来的。我爸平时忙，再多等一会儿。没关系，你再等等。记得新年快乐，顺顺利利。重要环节到了。小苹果，你看，你穿上。来，果果一个。谢谢阿公。双双一个。谢谢爸。来，小江姑娘，这个是你的。啊，我就不了，是不合适。不行，这是我们家的老规矩，逢年过节啊，老辈儿必须给小辈儿发红包，钱虽然不多，代表心意，讨个好彩头。啊，来来，没多少。是是是，没多少。长这么大，头一回收红包。你伯父啊，平时啊抠的要死，每年也就这一次大了，纯属污蔑。哎，我作证。漂亮阿姨，你可以请我吃冰淇淋。哎呀，小嘴儿甜的，阿姨给你买个超级大的冰淇淋，好不好？好。来了吗？好。啊，外婆做的汤圆，来，谢谢谢谢。我在这个汤圆馅里啊包了个山楂馅的，今天谁吃到啊，明年一定红红火火，福星高照。来来来来来，吃吧吃吧吃吧，来来来，我来吧。阿福给你咬啊，尝尝看。好。哎，真的。嗯，没吃着。以为你吃到了呢。吹吹啊，吹吹。嗯嗯嗯，我这好像是山楂馅的。啊，他知道了。哎呦，小江姑娘知道了。嗯，明年一定红红火火，顺顺利利。咱们一起为小江姑娘干一杯！来来来，来来，好，来干杯！一起干杯！红红火火。哎，对，来。江喜说，他是用一生去治愈童年，而我是用童年去治愈一生。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到了治愈。先生您好，请问可以上菜了吗？不好意思啊，我们的客人还没到。啊，是这样的，我们的厨师还有一个小时就下班了，要不麻烦您打电话再问一下客人。好。喂，妈，你们到哪儿了？什么？不来了？不是说好了一起过元旦的吗？我跟魏明点了一桌子的菜，魏明还给你们买了好多礼物。喂，爸。洪总，你好。是这样，我跟佳怡订了一间特别有特色的餐厅，想邀请您二位吃一个团圆饭。这是我们家人的团聚，没有请外人呢。您说的没错，我就想借此机会跟您二位商量一下我跟佳怡的婚事。你们的婚事？魏明，你是有妻子的人，你有婚姻，你还来跟我们商量婚事？你真不觉得自己很无耻吗？没关系，就当你爸妈让我们过一个二人世界，自己吃。服务员，你好，我们可以开始了。好的，节日快乐。看果果他们放花呢。哟，我还当谁呢？原来是顾总啊。我刚从公司忙完，特意赶过来。哦，特意赶过来的。特意赶过来也没什么可看的。我是担心林霜。你也知道心疼我们家林霜啊。那今天在公司，你就眼睁睁看着他这样离职，吭也不吭一声，可真行。行啦，你别说他啦。其实啊，我早看够他的脸色了。现在做回老同学，找个机会我都庆祝。啊，爸爸，顾叔叔陪我一起放烟花。哇，好漂亮啊！像星星一样，呜！累了吧？嗯。爸妈。明明。哎呦，小江，我给你炖了只老母鸡。你看你妈。阿姨、叔叔、魏明，你们先聊。我进去冲个澡。好。哎呀，你看你瘦的呀，啊，好好补补身体吧，趁热喝点好吧。我真的不饿，您先放这儿吧，啊。哎哎，哎呦，我跟你说，我炖的这个鸡汤明明和他爸爸都讲鲜的呀，不得了。妈，喝点喝点。小点声，他累了。他怎么了？他就是累了。哦。哎，明明，今天这个佳怡他爸妈是怎么讲的？婚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啊？他爸妈今天就没来，
人家不同意呗。哎，你们俩都这么好了，他们还不松口啊？是不是因为你这边还没离婚，所以他们觉得你没有资格谈婚事的事儿啊？这方面原因肯定是有的。我跟林双本来就没离婚，这个时候跟人家谈结婚，名不正言不顺的。又不是你不要离婚的，是那个林双呀。接下来你在工作上有什么打算？放心吧，反正我是不会再回来当家庭主妇了。哎呀，别摔的。其实在开发 OP1 的过程当中，我确实发现了很多需要优化的空间，只是迫于项目进度没办法停下来重新构思。算法这个东西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现在终于可以有时间好好考虑一下新算法的时空平衡问题了。不过我现在就是一个无业游民，好像没什么资格去谈论新算法的开发。不如实际一点，明天我就把简历发到招聘 APP 上去。你真的不能瞎找工作。你知道我平常最讨厌什么吗？我最见不惯的就是很多人去瞎找工作，然后在自己特别不适合的岗位上虚度光阴，埋没才华。你怎么知道我新找的工作就是虚度光阴？因为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我对你了解这么全面、这么透彻的老板了。而且我也很不希望看到韩石用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才转眼就去了竞争对手公司。真没看出来，你不仅自恋还很自私啊。我跟你说，明明，你可千万不要把黄家给惹毛了。到时候啊，你别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明明啊，你快点想想办法啊。那个林双他也是在我们家待了那么多年，我们又没有亏待过他了。事情都这个样子了，大家好聚好散嘛。这个林双故意让我们不痛快，那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哎妈啊，是不是？妈，小点声，佳怡要休息了，不走了，您二位回去吧啊。哦，哎哎，这个，那这是佳怡给你们买的礼物。哦，说点真的，你要是现在有时间的话，不如就利用这段时间，把你的新算法的初步想法给写下来。连目标客户都没有，是不是有点太理想化？其实我认为，你不应该太注重短期的眼前的收益，你还是应该深入的思考，做长期的投入的打算。比如说我吧，其实你们只看到了我把美国的公司卖了，赚了很多钱，但是你们并没有看到当初我在创业的时候有多么的惨啊。那个时候我的产品理念相对比较超前，用户还没有被培育出来，市场认可度低，而且投资人都是持着观望的态度，没有一个投资人敢冒风险投资给我，我四处碰壁，所以我只能一边端盘子糊口，一边熬夜写代码，然后挨家挨户的去买我的产品。后来我大概跑了有200多家公司吧，实在是跑不动了，想要放弃了。哎，结果突然有个客户决定要试一下，然后下了第一笔订单。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激他，现在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有的时候啊，
胜利只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人。还有啊，这次方舟为了替盘石出局，找了一个小公司，做了一个山寨算盘。这对于你，对于我，还有对于盘石来说，都是奇耻大辱。听你的意思，是打算报仇雪恨了？算不上什么报仇雪恨吧，就是给他们一点教训，让他们知道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算法思维。